里面是有包内馅啊？对，是麦芽。Thank you.
种的话，它全部都是素食，跟传统的那个猪油糕不一样。看我们的糕入口即化，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它就是摔不破。我看摔下去怎么样？因为它压得很扎实，所以像传统的那个猪油糕，它是入口即化，但是很容易就破掉。它这个就是比较扎实，所以也不用说人家拿回去回家会碎掉。因为它这个叉子也没办法插起来。它红菊梅子是属于咸甜咸甜。糖爱加慢慢的哈，环环糖慢慢哈溶解成为液体，啊，这个液体。所以这是软的，这是硬的。这是液体，这是固体哈。哦。来达到一万，至少要90天以上。90天哦。所以我们在存很多这种糖，来做我们的糕啊。哦，了解。所以它一切当入口融化，摔不破。就像我刚刚有提到，猪油它也会入口融化，摔不破。不过，咱就是要服务一寡有食素食的人，无食炒的人。这形容看嘛，那猪油呢？这个，这是二砂。二砂。二砂二号糖，好加麦芽加水，那一种。这个是糕仔的灵魂所在。了解。对。